赛前呢，其实我是非常紧张的。今天早上一起床，我的心跳就非常快。刚开始是兴奋，但是到后面就逐渐变成了会紧张。然后赛前坐在检录处的时候，其实我是一直在压着自己，就是我不想像上一届一样就紧张到石化的地步。所以我对今天的最终结果，包括过程每一米每一个细节，我都非常满意。就是我突破了自我，我在重压之下做到了最好。今天100米蝶泳的决赛是给我上了，我觉得是迄今为止我游泳生涯中最重要的一课，也是最有价值的一课，就是如何在赛前紧张之下怎么去平衡，怎么去调节自己。我觉得更多的还是想唠唠家常吧，就在一场很疲惫的比赛结束之后，更想的是回到家人的温暖之中。100米蝶泳竞争很激烈，前8名选手从出发开始，我们大家就是叫什么针锋相对。就我觉得哪怕我拿不了第一名，我也不会说让我的对手赢得那么轻松。我们一定要争一争，就是我可以输，但是我绝对不会认输，轻易认输，这就算是我的脑海成功。我今天我拿了第二，我心里面依旧很开心，因为我做到我自己最好。但是我心里面是，我这场比赛输了，但我不认输，我明年世锦赛还要赢回来。200米的话，还是尽力去拼吧。我也不想给自己太多压力，想多了对自己没有好处。